叮叮叮叮叮叮叮，草莓小礼物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猜猜看。这是意义的背包。来，我先用，我帮你用，这个要充气。滚。为什么？变身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接过哦，我要给它用起来哦。要先到里面去帮吗？咻！哇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你接过哦。它怎么没有充气？嗯？为什么没有充气呢？哦，怎么充不起来啊？这很难。为什么充不起来？因为这个很难啊，然后要学很久才会。而且这个没办法密封哎。安全带这样扣上，嗯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你这样看看，那你是怎样不这样的拉扯紧？哦，我再试一遍哦，一接过哦。好。怎么没有呢？因为这个很难嘛。对啊，充了半天怎么充不进去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都满头大汗了耶。嗯。那怎么办？这个要怎么玩？